近日，一段中国小哥在外国街头表演魔术的视频火爆网络。只见视频中的小哥一会徒手变出一颗草莓，一会将一个盛满咖啡的纸杯揉成纸团，还能随手将魔方变成一把糖果。在场的外国人惊呼不可思议，全都惊成表情包。网友看后不仅超佩服魔术小哥的绝技，还纷纷表示魔术好看，这些老外的反应比魔术还好看呀。还有网友评论，我要有这本事就不用在工地上搬砖了，也不愁没女朋友了。最后小编只想调侃一句，就喜欢看老外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哈哈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看变魔术吗？欢迎在我们的视频下方评论。 The glass bottle and a cap. Watch. No! What the heck? What the?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还想看更多趣闻趣事，欢迎关注大千奇闻。